们那边去。吴曼，靠墙摆，靠墙摆。丽拉，这么一来，跳舞的地方不小了啊。好极了。哎，表妹，你在楼上啊？我还以为你到学校里去了呢。笑死了。哎，怎么珍妮还没有来啊？她在家里，梅珍在给她打扮呢。丽拉，叫梅珍快把珍妮拧来。梅珍，梅珍呐！啊，哎，快领珍妮过来，还有蛋糕和点心都带来啊。学校门口都是外人，哎，有法进去吗？哦哦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几点钟开会呀？好的好的，我就来。哎，表妹，你看我们布置的好不好？布置舞会，你们都是专家。哎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？对不起，我到学校去了。嗯，那我不耽误你了。可是晚上你一定要回来参加 party 的。今天是珍妮的生日 party， 你要不来的话，她就跟我吵着要阿姨。好的，慢走。你不好好念书，整天开会闹事，出了什么岔，我跟你爹可都没法管啊。我本来不要你们管。怎么，好心好意跟你说话，你倒。又吵什么呀？姨爹，是我们搬东西把您吵醒了吧？哪里哪里，我有事情要出去。你看看你的女儿，我管不了她，你自己管吧。又是什么事情？算了算了，随她去吧，我还不是管不了她，你以后少惹她就是。我惹她？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我敢去惹她？妈咪，珍妮，来，叫公公婆婆。啊，小寿星真漂亮啊。我要走了。姨爹，晚上的 party 你一定要回来参加的啊。当然当然。珍妮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珍妮，假寿星，你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，越长越漂亮啊。来，婆婆拿糖给你吃。来吃糖。哎，这蛋糕都做得不错。小杨娜呢？哦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我打电话叫企业买回来。老，阮东阳啊。哦，陈太太，我周浩然呢。陈先生他在大班屋里呢，请等一等。哎，齐元兄，怎么了？政府订货一律不发，这……哎，再说回头叫我怎么应付？来，消消气吧，您太太的电话。喂。那这种地方马虎点算了吧。不，我一定要的。你今天早点回家好吗？不，早退又要看外国人脸色，犯不着。我房带了。好，我一下班就回来，把小杨辣带回来。陈先生，拍卖办来了没有？没有。我们机关那批货该到了吧？我不清楚，回头你自己问拍卖办吧。货到没有到，难道只有拍卖办一个人知道吗？这可不行啊，今天我是非提货不可了，耽误了公事，谁负得起这个责任？对不起，我不管这些事。那么请你告诉我谁管的，我要一个肯定的答复。怎么，你们美国老板开的洋行想应变了？老实告诉你说，你们要变，嘿嘿，我方某人可不变。Hello， 方科长，拍卖办，你来的正好。我们机关那批货怎么样了？里边谈，里边谈。
你困了吧？走，找梅珍回家去。Mr. 周浩然点给珍妮小妹妹听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哎，珍妮呢？小寿星，哎，别走啊，小寿星。哎，爷，你怎么让珍妮回家了呢？饭糕还没吃呢。她困了。妈妈，爹你。珍妮，您用力吹，一口气就把它吹灭掉。爸爸，你吹。好，我来帮你吹。方科长啊，咱们白天谈的那个事情，那没问题，玉华兄，这批机器怕我们机关用不着了，与其留给共产党，那当然犯不着了。所以玉华兄啊，要是你们另外找祖国出手，那倒是两得其利啊。这个我绝对赞成。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把订单抽回来给我们呢？这总得等遣散命令下来，主管长官撤退之后了。我们大班说过，只要阁下能把那订单给抽回来，那么你老兄这一份我们行里可以预先垫付。玉华兄，你太帮忙了，这个数目，这个好商量，你放心，绝不会对不起老兄的。不过这个事情可得要快，这要到了共产党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就是打工作义，恐怕也找不到主顾了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那么玉华兄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听说你们的厂也要搬到广州去啊？哎，如此一说，可是上边要搬，下边不动，还不是枉然。西元，你们的洋行不会受时局的影响吧？美国人的想法当然是，帝国主义的冒险家恐怕很不欢迎有变动，所以我想到行里的工作，精神上就别扭。你看，一个学机械工程的在洋行里头混，实在是人才的浪费。在这种局势下，到哪儿去找本行工作呀？时局明朗以后，总能找到适当的工作的。你是说，最近的和谈你们看有什么结果吗？你们也在谈和谈呢，东一堆西一堆都在谈这个。别谈了，我知道谈和谈的人已经不谈了。安娜，你这件衣服的样子倒很好，可是我就不敢穿。我记得哪部电影里头，这个还是去年做的，已经不时兴了，我想做新的，它坏透了，总说共产党要来了，到香港去再做，到香港去再做。香港的料子便宜多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到香港去啊？弄到了飞机票就走，我们下星期三的票子。报上说北京的女人穿了皮大衣，共产党叫他们反穿了，在地上爬，穿黄狼的学狼叫，穿灰土的往阴沟里装。这些可是真的。哎，真的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前天月华有个亲戚从山东来，他说共产党在那闹得才凶呢。据他说啊，共产党配给女人确有这样的事。这怎么可以呢？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，他是亲眼看见的。他说啊，共产党把年轻的配给年老的，把有钱的配给穷的，把漂亮的配给丑的，胖子配给瘦子。啊，你还有个规矩没有？我问你，在这么多的客人面前，你还懂得个规矩吧？别人乱造谣你就那么相信？什么乱造谣？人家都人家怎么样？是他老婆配给了别人，还是共产党配个老婆给他？怎么了？共产党还没来你倒先烦了，你这个小共产党。哎，各位，不要闲谈，把票子给我。此时乐谈国事。你何必跟他们争吵呢？
简直胡说八道，太气人了。你们学校的情形怎么样了？校门口附近都是警察和特务，学校的那些小特务张牙舞爪，可是我们不怕，他们要是动一下，我们全体同学就跟他们拼。我们厂里的工人倒是组织得很严密，下面叫拆机器搬厂，可是快一个星期了，工人就没动一个螺丝。哎，听说有一部分工人已经秘密武装了。家道没说搬香港。我母亲天天吵着要走。那你父亲呢？不知道他怎么想法，还是忙着起劲儿。这种日子看他们还能过多久。你困了？还好。今儿晚上你玩的还高兴吗？高兴极了，可惜安娜跟苏西都要到香港去了，要不然每个星期六开一次 party 那多好啊。每星期？大家都说共产党要来了，起源你看呢，国民党真的连长江都守不住吗？还有美国他们也不管了。反正20号就要到了，看吧，看和谈怎么样吧。要有个大变动。起源呢？我们也趁早走吧。啊，走到哪儿去？当然是香港了。香港？人家都到香港去了，安娜、苏菲、孙太太他们都走了。我们为什么要跟人家跑呢？人家都说共产党来了，民不聊生，到处烧杀。丽娜，别信谣言。谣言？你也说这是谣言？共产党我是没见过，当然我不清楚了，不过我想共产党也是人呢、啊，他们能够打垮国民党的美式配备，一下从东北打到江南，人家一定有人家的道理，有人家的办法的。要是搭起巷战来，水电都给破坏了，那……那我们也准备一点应变东西就是了。上海几百万人口，又不是我们一家，怕什么呀？不。人家都去了，我也要去，我一定要到香港去。别孩子气了，我们没有多少钱，又没有职业在香港等着我们，怎么去呀？去了干什么？再说国民党我们也看够了，看透了，让我们留着看看共产党吧。刚从郊外厂里打来的，说解放军已经到了大西路。啊，已经到了大西路了？别怕，他说就是国民党溃退的时候紧张了一下子，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了。你干嘛？窗帘，窗帘。
小姐，刚才志刚打电话来说，共产党已经到了大西路了。啊，共产党到底来了？来得好快呀。来得快，你现在才晓得来得快。我天天催你走，你总是推三阻四的。现在还要吵，你就会吵。有本事你跟共产党吵去。谁不想走啊？谁不想找到香港去啊？可是手里的货得脱手，外面的账要收回来，要不到香港去喝西北风去。你当我跟女儿一样是个小共产党，也不想走。哎，表妹呢？她在哪儿去了？徐妈，到楼上去看看。哎，无奈，到花园去看看。哎，算了，别去找她了。顺便把少奶奶请回来。哎，表妹拿茶水去慰劳解放军了。百姓跟解放军那么亲近，共产党的兵倒是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。当初叫你到香港去，你偏不去。丽娜，你又扯到哪儿去了？我待不下去了。钱怎么办呢？李志刚来喽。哎，响应政府号召厉行节约固然好，可是天黑了灯总得开呀。志刚，远东央行解散了，央行关门。好，志刚，我失业了，你倒叫起好来了。洋行关门嘛，正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被彻底打倒的具体表现呢。人民的力量从此开始增长起来，怎么不好呢？帝国主义，人民，企业饭碗都没了，我们就活该饿死。表嫂，这你不能只从个人出发，也不能只拿目前的现象来衡量，你要为了整个的国家前途、人民的利益来设想。饭都没吃了，我不爱听你这套。不是，我不要听。
想找吴启煌去谈一谈，看有什么机会没有。遣散费怎么办呢？存银行短期存款吧。周浩然昨天跟我谈过，他说他可以替我们放出去，可是私人拆放利钱好多了。利钱虽然是大，可是性质……好了，你别管了，我去办吧。给周先生放拆息吧，现在我们就只靠这点钱了。交给我，您放心吧。你周先生我还不放心吗？你交给别人的时候替我当心一下。你放心就好。这个数目对吗？以后要用钱，随时打电话就好。那真是重重拜托了。陈太太，您放心，错不了。起源的工作，一时到哪儿去找啊？周先生，你很有办法了。我吗？不怕你说我财迷，我再做点小生意。做生意当然是好。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是不是？陈太太，也有兴趣来？我哪儿懂啊？别客气。以后有机会也请陈太太凑一份，好不好？那就沾光了。好说好说。今天我请两个朋友在百乐门查我，陈太太一块儿去好吗？我简直愁死了，还跳舞呢。启源，你今天怎么有功夫来的？央行遣散了，我来找你谈谈，看有什么工作吗？这下你决定干本行了？嗯。你既然决定干本行了，那现在格地都需要人才，那还怕找不到工作呢？你跟我留意一下。好的。眼前机会也有，就是工具制了。这启源，我倒要问你，这些年来你总有点积蓄吧？积蓄倒是有一点，不过也很有限。那么赶快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，只要我们能够跟政府协力同心的把这难关都过去，把新中国建设好了，到那时候所有的人生活都提高改善了，那我们还用发什么愁呢？那倒好了。哎，你愿意去东北吗？东北？嗯，假使你愿意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块去了。你要去东北？嗯，东北是闻名已久了，倒真想去看看。我回去跟丽娜商量商量看。好的，你愿意去的话，我们俩就可以一块儿去。好啊。你爹他们谈多久了？有课吧，中吧？他们是共产党啊，咱们就先来供他一下。从前我以为共产党是什么天神天将，今天这么一看呢，不过是一群土包子。石亮兄啊，哎，这批订货的单据文件全都带着了吗？哎，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？你放心好了，虽然我不敢说做的天衣无缝啊，但量他们是绝对查不出来的。好好好，方科长。方科长，一切有劳了。哪里哪里，陈某老兄多多照应。现在只好抽抽中国香烟了。你
店。哦，起源呢？他怎么样啊？他正在奔走找事情去了。你爹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别的亲戚朋友也没有，又没有积蓄，起源没事做了就……哎，一爹，这些年来我们全靠您老人家照应，现在还得请您老人家给起源。丽娜，你别老人家老人家叫得我怪难受的，起源的事情我想办法。哎，不过现在共产党来了，把工商业弄得个乱七八糟，偷鸡嘛没有路，囤货又赔钱，所以很不容易。那想想办法看吧。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，我们去东北好吗？东北？你让我吃高粱小米啊，我不去。谁说是高粱小米呀？你没看报上，东北的大米还往上海运呢。那么远，冬天冷得掉鼻子掉耳朵的，我才不去受这罪呢。来半天了吗？刚来一会儿。起源，听说你们洋行解散了，我来看看你们。顾大姐你真好。冠以十五加八是多少？你不要在这儿捣乱了。梅珍，梅珍呐。梅珍，刚才他乡下有个人来找他，真讨厌。来来来，坐。刚才啊，我到吴启煌家里去了，他说让我跟他一块到东北去。到东北去，那儿正需要人呢。可是李娜，哎，这倒也是个问题。姐，你还记得赵如辉吧？我们老同学了。他现在是志刚他们厂里的军事代表。哦。哎，赵如辉，你不是跟他很熟吗？怎么志刚没提起啊？他说上次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啊，正碰上你生气，吓得他没敢提。谁跟他生气？启源，我想你去找他谈谈去，现在建设时期技术人员到处都需要的。好的，我一两天内就去。刚才姨爹已经答应替你找事了。姨爹又给我找什么事情？我是不愿再干洋行了。可是国营厂的待遇，丽娜，现在再想享受过舒服日子，这是不应该的了。大家都在忍苦耐劳的为了建设我们的新中国，像起源这样人才正是国家最需要的，让他也能够用其所长的，这该多好呢。我当然不反对他能改本行，只要他能够维持这个家。他回家生产也是正经。好吧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要走我也拉不住。可是你得替我找个替工啊，这是规矩。大伯说今天有船开。家里也没什么事情，现在我也没有事情做，先自己试着做两天。什么？你要我自己烧饭洗衣服啊？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。那我们就慢慢找，要真能不用人也可以省一点。梅珍，你去吧。
是那样。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你会，你铺好了。你去买菜去，我是不高兴去。今天不买菜了，志刚他带菜了。他说啊，今天要劳动创造世界。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生炉子吧，我来劈柴。来来来，你拿着，我来帮忙生炉子。好，炉子着了，我们来开始劳动，创造新世界。你会不会杀鸡啊？你。好，我来杀。我来尝尝。这鱼苦的，我不要吃。好好的鱼怎么会苦呢？是有点苦，大概鱼胆给割破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我们基本上是成功的，你说是不是？一个享受惯了的人，初次劳动是有困难的，可是今后的社会既然不允许有不劳而获的人，那么我们就得要自己来克服。志刚，嗯，今天下午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表嫂，你的劳动态度差一点，服务观点不够强，可是你基本上的品质是好的，肯定的，所以你得加紧学习，加紧改造。你要来改造我啊？这主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。既然是我自己的事情，那就用不着你操心。告诉你，你那一套我早就听够了，我不爱听。走，睡觉去。赵如辉你认识吗？你们厂军代表啊，我上听顾子明提起，我们老同学了。你可以跟他谈谈，现在我们厂里倒是要添人。我想一两天内去看他一次。志刚，像我这种情形到你们厂里大概是供给制吧？这个展什么总是供给制，不过以后根据实际情况是要改动的。老实说，像你这样的技术人员，国家当然需要，倒是你的生活方式得改变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顾虑这个顾虑那个，问题恐怕一时就解决不了了。就是这个话呀，我这两天苦恼透了。家里嘛这个样子，我自己呢，觉得政府的办法样样都是对的，这样对国家对老百姓才有办法，才有希望。可是牵涉到自己，就往往想不通了。也许是在理智上打通了，在感情上怎么着也扭不过来，慢慢来扭啊。我记得你在洋行里的时候很苦闷，找不到本行工作，现在呢，国家正在号召你这种人才去工作，为什么反而让思想跟感情上的顾虑给拉住呢？小姐，喂，你到哪儿去啊？
节报道去。你爹姨妈哪放你走啊？腿长在我身上，他们管得着。表妹，你倒受得了那个苦。有什么苦？人家解放军那么艰苦，为什么我们就要特别舒服呢？表妹，还是你勇敢，我们应该向你看齐。光说可不行啊，表哥。那当然，我一定追上你。快点走吧，我也送送你。小姐，再见了。再见。再见了，孙女啊。拜拜。姨爹，姨妈，你来，你坐。表妹她是啊，现在解放了，连爹娘都不要了，我怎么样留她劝她，她还是要走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总以为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儿，我不能容她。我没人冤枉你，你啰嗦些什么呀？我啰嗦，又是我啰嗦，反正什么都是我错，我不对。谁又说你错了？他要走，那么就让他走好了。你们佣人寻找了没有？压根儿就没有诚心去找。哎，整天的烧饭洗衣服，简直把人累死了。李娜，省钱当然是好，但怎么说佣人总得有一个。那么这样吧，把我们的吴妈先借给他们用用好了。那怎么好呢？那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你表妹走了，家中事情少多了，隔天我就叫吴妈到你那儿去。吴妈的工钱仍旧归我付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吴妈的工钱还是由姨爹负担，大家是至亲，这也算得了什么呢？多年不见，你好。太好，来坐坐坐。我们厂正需要人，欢迎你来。我很愿意来，就是在央行里做了几年写字间，工程方面恐怕很生疏了。他已经决定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工作了。愿意来真好极了，只是目前我们厂都只限于供给制。启源，你估计你还暂时还没问题，同时思想上的包袱已经丢掉了。启源，你真的去干了公祭制了？我已经跟赵如辉说妥了，明天就去。明天？那我跟珍妮你就不管了。李娜，我们有几百块的美金，我主张跟周浩然做生意去，要不然你就跟他一块去做。你怎么不向表妹跟顾大姐学习，却偏偏要听周浩然那一套？他那套怎么样？谁送来的？是潘丽、郭大姐还是周浩然？你怎么就知道要钱？没钱喝西北风啊。程少爷，太太叫我来帮外甥小姐做。好的，你今天来了。你看姨爹多好啊，像你。琳达，我干公祭制，你怎么还要添个佣人？你干公祭制？谁叫你干公祭制啊？我管不了你，你也别管我。吴妈，你来，先把你睡的地方安排一下。李娜，什么事？什么？
妈的工钱还是由你爹来负担，大家是至亲，这又算得了什么？这个电动机是全新的，你们瞧，这也叫废料，多爆废料啊，可以多捞钱呢、啊、为了捞一两成佣金，消耗了整千整万的外汇，这些王八蛋真该死。让我看看，你看这个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这东西现在紧缺，让我拿去看看，也许还有用处。陈工程师，请你看看这个，这还可以修吗？不行，问题在这里。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吊上去试试看呢。到吧，我既然也参加做生意了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总得要想法活得好一些。关于起源，一定请你在香港给留心留心，找个好差事。少奶奶，有客人来了。大姐，妮娜，你没睡午觉啊？没有，我在写信、啊。坐吧，咱们外边去吧，别吵醒了珍妮。好。现在很忙是吧？是啊，大姐，你看，启源终于去干了公鸡制的事情了。是啊，我听说了。有工作做总比闲了强是吧？可是我急死了，真是恨死了。人家攻击他，那么谁攻击我？谁攻击这个家呢？咱们又不缺胳膊缺腿，干嘛要靠人家攻击呢？至于家呢，依我想啊，你不如把娘姨辞掉了，把珍妮啊送到这个弄荡里的托儿站去，这样啊就要省得多了。光接省也不抵事啊，只有我自己想办法。我现在反而多添了消耗，本来不抽烟的实在是闷。丽娜，我有件事情要找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家庭妇联的识字班呢，已经办起来了，我想请你去教课。我哪能教啊？你跟我还客气吗？你瞧，大笔一挥，信就写了好几封，一个星期才三天，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。我就这样讲定了啊。这是课本，过两天我来接你去上课。喂，陈家，我是啊。啊，你是周浩然周先生啊？啊，什么？
哦。啊？啊，好吧，在什么地方？好，我马上就来。一定，一定。哦，大姐，我实在不能叫。一个星期才三天，每天只有俩钟头呀。对不起，大姐，我们隔天再谈吧。好吧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吧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走了。好。有一个朋友要去香港，还有大批的颜料急于脱手，我可以杀他下来，比市价低两倍的价钱把他杀下来。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托我搜购大批颜料，他人在北京，下星期来上海，到那个时候拿这两天的撺头事看来，少说一点挣他个四五成是不成问题的。大批颜料那要很多钱呢。陈太太也来凑一份吧。我哪来这么许多钱呢？多少都可以嘛，钱多多赚，钱少少赚。准有把握吗？没有把握我回来兜你。大家自己人，有这样的好机会能不先招呼你吗？好吧，那么也算我一份，先把我上次交给你放息的钱改做投资，另外我再想办法凑一点，明天我给你送来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我请陈太太跳舞去。我走吧，难得的嘛。我们没有大捆房，不能炫牙齿，原来预定送别的厂再做，可是人家要一个月之后才有空，才能动手做，这样就影响了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。我们要是有一架大滚床，这种生活就不稀奇了。这个困难不克服，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。就我们厂的设备实在没办法，能不能从炫床上想办法？放不上去。哎，要是不完全放在炫床上，一头用铁链吊起来，就是怎么吊法也难得准确，我想法儿去吊吊看。哎，不行，这不合工程规范，牙齿角度怕准不了，吊好了吊吊看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。Thank you.
吗？坐是好坐。有把握，让我跟几位现场师傅再研究研究。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克服了这个困难，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如期完成了，你说是吗？总好完成的。到哪儿去了？毕业同学生日，开生日 party。你留的条子我看见了。你的条子我也看见了。你。别碰灯啊。我们好久没谈谈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睡着了吗？丽娜，我们好久没谈谈了。好，周先生。哈，你说来又不来，还得我亲自把钱送过来，架子可真不小啊。真是对不起。怕你等钱用，我今天先送上一部分来，本钱没动，账目过一两天再结。谢谢。今天你可得请客了。今天不行，改天吧。你想赖可不漂亮。今天我要到妇联去上课，上次有朋友拉我去，我没答应，昨儿他又来了，我不好意思不答应了。你看真是讨厌死了。你去上课？工人课本真要命。你诚心请客，请个假还不方便吗？请假吧。还有快过年了，新年看的红盘我们可以大举一下，我们再谈谈，好好的商量一下。好吧，我去打了电话。就说生病了好。顾大姐，喂，大姐吗？怎么样啊？没问题了，难题解决了，我们毕竟是经得起考验的。雪，你比我强多了。我对基建几乎全荒废。哎，想在央行再干下去还不是完。
现在你对工作有了兴趣了吧？过去啊，除了挣钱，简直毫无意义。哦，起源了，这么久来，我还没有详细了解你的经济状况，也没有去看过你的菜，真太对不起了。你工作实在太忙了。改天到我家去玩嘛。怎么样，生活还过得去吗？目前还可以。你现在房租多少钱？40个单位。哦，那么水电家用？水电10几个单位，家用我可就不清楚了。那供给制解决不了你的生活问题。央行遣散的时候发了3个月的遣散费。我们责任重，工作忙，又吃了几年的苦，还是个公给制呢。我凭什么改新给制？我们固然要顾到政府的担负，可是政府当然也要照顾到工作人员的生活。只是你知道，我们的新给制也不会很高，跟洋行比起来，那是差得更远。这我知道，所以你自己得尽量的精简节约。同时还要帮助你太太改变生活，克服困难。这当然了，我回去一定要跟她谈谈，一定要她做到。吃成这个样子，谁给你的糖？周叔叔给我的。妈咪呢？跟周叔叔出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一个同学开生日 party。 同学周浩然是你同学？你变成什么样子了？3天有2天要玩的夜深里才回来，你到底在忙些什么？你说，你想一想好了。跟周浩然们混在一起，还要耍枪花，同学开生日 party， 我真没想到你学会了这一套。我们还寻死回家啊？解放了，想不到你竟荒唐堕落。自甘下流。你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先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干公祭制，你进步，大家都赞扬你，多好啊！那么这个家谁供给？你想到没有？想过没有？我正要告诉你，厂里照顾我们已经替我要求改新祭制了。新祭制多少钱一个月？这家就够了。你还想过从前的舒服日子？现在大家都刻苦勤劳，难道你就不能把生活改变一下？空口说白话没用啊，节约也有个限度。
我们还有三个月遣散费。遣散费是聚宝盆，一辈子也用不完了。你要我说，是的，我本来就告诉你的，我在跟周浩然做生意。做生意？没想到。我把遣散费做了本钱了，将本求利不应该，倒应该做的吃啊。可是周浩然这种人。你不放心他，可是你应该放心我呀。是的，我天天跟他在一起，甚至也常在一起玩，可是我真的是为了玩吗？我动不动深夜才回来，你没看见我累成什么样子吗？我为的是什么？我对不起你，还是对不起这个家了。可是丽娜，周浩然既不开店又不办厂，还不是投机倒把、买出卖进、踢皮球式的买卖，这是不合法的。要是这样，我们还趁早别跟他混在一起。生活逼得这样，犯法也是活该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们犯不着，也不应该，还得把钱拿出来存短期存款，或者折实单位。还有我们那点美金，也早该去折存了。物价还不是日涨夜大的，你就那么信任政府？尽量节俭，我们把积蓄贴补着用，熬过这个短时期就可以了。短时期？哼，苦日子有的过了。暂时苦一点是免不了的，这都是过去反动派把国家败光了，现在呢，都要重新建设起来。这些书你去看一看，会对你有帮助的。他那一套，丽娜，你放心好了，到元宵节你再看。偏偏今年会出冷门。出冷门？到元宵节一跳一倍，那才是冷门了。对不起，吃了你的。哎，你新几期已经批准了，薪水拿到了。拿到了，可是我不安得很。那为什么呀？你为厂工作成绩很好，而且今后还要更努力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只是起源呢，大齿轮车牙齿的难题是已经解决了，只是时间很拘束，怕还要号召大家突击一下。好，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，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了。好吧。这点薪水够维持生活了吗？这应该够了。你从前在洋行里工作，收入很丰富，现在一下子就要紧缩，你太太得苦一点。她怎么了？哎，她简直还是老样子，一点也改不过来。哎，喜愿，有时候帮助一个人进步，要比修理一部机器困难得多呀。好，明天见。哎，我托你弄了去广州的车票怎么样了？啊？哦，我明天，我明天一定有办法。好好好好，没法子，只好走了。周先生。好。哎，我正打电话打听行情呢，行情好了，哦、今天我请客，走。我想回家了。你什么呢？
再在我家打笼松去。大家再去玩一个钟头吧。哎，谢谢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好好，你快去，你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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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长。你是周浩然吗？你私印金套，捣乱金勇，请你到局子里去一下。这怎么好？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了。真糟！昨天我也放了一笔钱给他。这骗子，害人的，我日子怎么过呢？现在阔爷有什么用呢？走吧。到了第一次薪水，这个钱在我觉得比什么都宝贵，都值得骄傲。因为现在每一个钱都是人民的负担，都是我劳动的代价。我计算了一下，我想应该把生活降低些，尽量节俭着用。啊，还有，我希望你自己改变改变。我几乎每一天都等着你，想跟你仔细谈谈。可是每天我们很难碰着。申诉，没人。我恨透了自己，我后悔懊恼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责备我自己。过去的光后悔也没用了，是不是？倒是今后，大姐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想先把生活方面紧缩一下。该省的尽量的省着点。要不要让启源知道这件事情？可是我怕。别怕呀，你们俩的感情一向不是很好的吗？他不会原谅我的，他不知道我现在多么痛苦，多么恨我自己，他是没法明白的。大姐，你不知道，他不像从前了，他变了。不，应该说他是进步了。倒是你，解放以来你一直还是停留着，这样你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可能会有点距离的。我知道启源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大家都希望你进步呀。周浩然的事情我想暂时不告诉他也好。那么将来？将来你进步了，一切都好谈得开的呀。我们这儿事多人少，你待在家里头也怪无聊的，还是到我们这儿来帮帮忙吧。我能做什么呢？我什么也不会呀。一面学一面做嘛。
我像是生了一场大病，没有一点精神，也没有一点劲儿。雪儿，还没回家？再不回去，表嫂要着急了。她比我还忙呢，已经九点多了，家住得远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他们家夜班，我看看。陈工程师，来这边坐。好。我要做一个报告。根据这些材料，我认为我们厂是一定可以如期完成任务，按时交货的。可是前些日子，为了克服大齿轮的制作困难，我们是牺牲了一些时间的。现在不是加了夜班，工作效率一直在增加呢。效率增加到72%，真是超出我最初的估计。由于大齿轮的困难克服，使得工人同志们在工作情绪上都普遍的提高了，他们都愿意多辛苦一些来保证完成任务。金代表，我想暂时搬到厂里住几天，等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再回去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已经从日班做到夜班了。我想我还是搬来好。这么晚才回来？你今天回来倒早。安娜来信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他们在香港的生活怎么样？信上说还好，还是很热闹，常跳舞。也叫你去是不是？哎，问你话怎么不响？我知道你想去。我从来没想一个人去过。安娜还说些什么话？你在香港给我找事情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李娜，你怎么不征求我同意呢？你到现在还想去香港，你思想怎么搞？美金纳银行去换了吗？换了。存的折实单位还是短期存款？折实单位。那好。还有周浩然那儿的钱呢？我这就去拿回来。起源。什么？说呀。没什么，我把吴妈辞了，我想明天把珍妮送到托儿站去。嗯，这样珍妮也可以跟小朋友玩，她也不会太寂寞了。香港好吗？我们过得很热闹，常常跳舞。你姨爹在香港做金子，失败了。吴妈的工钱还是由姨爹来负担，大家是至亲，这也算得了什么呢？妈，你不放心吗？今年看红盘，我们可以大举一下。
我们学习小组2点钟开会，晚上还有个晚会，我们一块参加就好了。对。学习小组，你一人待在家里不也怪无聊的吗？是啊，可是开会，别怕开会呀，参加几次慢慢就会习惯的。你不要把自个儿老关在家里头，你应该出来多看看多听听，这样对你是有帮助的。不，我下次再参加吧。为什么要等下次呢？今天就去不好吗？待会儿起源要是回来，起源还会反对你参加学习，反对你进步吗？他已经走在你前头了，你要是再不追上去，你就是整天的守在家里头，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永远不能消除的。时间到了，咱们走吧。各位姐妹们，今天这个会开得太好了，大家都说出了心里的话，明白了很多的道理，也谈到了我们所希望的好日子。可是姐妹们，我们要日子过得愉快，生活得有意义，以来做些对大家有好处的工作，工作会给我们愉快和自信。现在解放了，现在解放了，我们妇女有妇女会，我们妇女有妇女会，有书读，有书读，又有事做，又有事做，这是解放前想不到的，这是解放前想不到的。现在下课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先生，你看你是四个人小了吧？对的。昨天今天给我写名字，我叫王爱梅。过去上我上一次问你，小你发毛病，你们屋里向事体就该忙，听侬再搞一点。你们慢一点，葛先生刚上完课，累得很。葛先生，你这边休息休息。啊、葛先生，我给你擦的粉笔灰、啊。谢谢。葛先生，你喝茶。葛先生，上一次我没来，小你发毛病，屋里向事体就该忙，听侬再搞一点吧。好的。我也来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去休息去吧，我们这人手够了。对了，你抄写了一整天，太累了呀，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，人多可以快点。丽娜姐，来换换班，你歇会儿吧。不，我马上好了。我来吧。不，我来好了。喝杯茶吧，该休息休息了。来，抽支烟，抽吧。坐下。大姐，说起来我自己也不相信。这些日子啊，胃口也好了，晚上也睡得那么甜，哪怕再累也比从前要轻快多了。以前呢、啊、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整天的想钱想舒服，却整天的苦恼发愁，不知道付出多少苦恼的代价。可是你现在进步得多快、啊、你们看我还能做点事吗？当然能，你在这做的不是挺好吗？为什么这么高兴啊？你自己呢？找你就是为了这件高兴的事情。我们战胜了没有大滚床的困难，而且还提前2天完成任务。我们应该开个评工会，评选功臣和劳动模范。我的意思是跟着就开庆功大会。我找你就是为了这个，由工会积极筹备。好。哎，陈功臣是呢？我正要找他，给他道喜呀、啊。我想问他跟洋行工作比有什么感想？这现在别问他，
在庆功大会上他自己会说出来的。听电话。喂，你哪儿？是的。我们庆功大会的入场券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他现在在我这儿。啊？你那在你那儿？那好极了。好的，好的呀，这样对他是个鼓励呀。啊？对的。其实他最近进步的多了呀，啊？哦，那天呢，他实在是跟我在一块儿的，真是冤枉他了。我想呢，这不过是一点小误会，很容易解决的。哎，好的，再见了啊！啊，你在说谁呀？跟一个朋友谈一个朋友，又是解决婚姻纠纷。不能算是什么纠纷，不过是夫妻之间的一点小问题。怎么回事？明天你来，我们一块去参加一个会，我把这个朋友介绍给你。是初次到我们厂里来啊，没想到好热闹啊。你看像不像办喜事？其实也是办喜事，是不是金代表？陈工程师的太太是哪一个？就是跟金代表一排走的。起这儿坐。赵同志，你挺忙的，别招呼我们了。啊，陈太太，我不陪了。我也一会儿再来了。你瞧志刚忙得像猴似的了。你是找启源吧？我想他一定已经来了。最优秀的技工张真真同志。
陈工程师报告这次立功的感想。我真不知道啊，该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。我感激全体工人同志们，我感激工会军代表，我感激解放，感激这个光辉灿烂伟大新时代的来临，我感谢毛主席。要不是上海解放，我现在恐怕还在央行里含垢忍住的为生活工作着。可是今天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教育工人同志，教育我，帮助我，工会军代表启发了我，鼓励了我，我才体会到劳动的愉快，才真正的发现了我自己，认识了生活和工作的意义。为了报答各位同志对我的鼓励和帮助，我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加紧学习，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。全家光荣，我还忘了向你道喜呢。对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启源是厂里的功臣，可是大家不知道陈太太是我们妇联的积极分子。对的，我也应该向你道贺呀。启源，你别站在那儿，你也应该向你太太道贺去啊。给你太太道贺呀。一个是功臣，一个是积极分子，应该互相祝贺，互相致敬。来，一鞠躬。妈咪，我也要戴大红花。等你长大了，也当功臣，那就可以戴红花了。好好睡吧，啊。累了？还好，你高兴吗？你瞧。这么久你忙，你立了功，当了功臣，我今天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你，你也那么好。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变的？怎么变的？丽娜，想起了什么了？这么高兴的日子。我。有一件事啊，你知道周浩然他被捕了。我早知道他会有这么一天，为了投机。是的，可是我们的钱我没去拿。那还有，我把美金也交给他做生意了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说？上次我是骗你说拿回来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可以骂我，责备我。我恨透了自己，这些日子我痛苦极了。周浩然被捕失败之后，我觉得不能也没勇气告诉你，只觉得你进步了，你一定瞧不起我，
不会原谅我和帮助我的错误。其实前些日子我何尝不关心你，每天晚上老想等你谈谈呢。我回来的晚，就是有机会在一起也没法说到一块儿，我赌气你也发脾气。我那些日子我尽力的想接近你一点，可是你也许觉得我已经不可救药，一辈子就落后定了。我知道我太赵如辉、李志刚都说过，我只顾自己没能关切你，尤其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是说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没能帮你一同去解决，这一切应当由我来负责的。可是那个钱都让我弄丢了。钱丢就丢了吧，只要你能把包袱也一块丢了，也不是没有代价的。那么高的代价要值得，代价就一点也不高。丽娜，我想的倒是我目前的收入够用了。够？怎么不够呢？量入而出，减少了无谓的消费，就生活说够维持我们三个人的了。以后我要能够找到一个职业，那不更好吗？就是现在你苦一点，洗衣烧饭你不觉得？做惯了也不觉得什么。我想我是能改的，能改得好一点的，是吗？现在已经很好了。可是你已经是个功臣了，我也应该更……丽娜。后到我家去，今天正你生日，每年啊都是李娜在忙，今天她忙得没想起来。好啊，咱们再热闹一下，让李娜想不到。咱们这么办啊，你先去打个电话给顾大姐，叫她早一点把你太太拉回家。哎，潘丽，你也来了。哎，我们前天刚刚毕业。哎，来这儿坐。哎，表姐呢？她就回来。哦，阿姨。哎，好乖啊。珍妮，你叔叔让我看看。别忙，还不到时候。今天是我生日啊。等妈咪回来呀。妈咪怎么还不回来？叔叔让我看看，我不吃。好，就让你小双先看一眼，别人咱不准看啊。回来了，陈太太回来了。妈咪，好热闹啊！启言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潘丽，妈咪，看我的生日大蛋糕。哦，我忘了，真的给忘了。叔叔，该吃了。这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我。你自个儿切吧。这是大家送的。喜言，你看我该怎么说法呢？真是谢谢大家，我糊里糊涂的连珍妮的生日也给忘了，可是大家都那么关切我，关切我们一家。是的，大家是关切你的进步。哎，顾大姐说的对，进步是一件喜事。来，我们吃蛋糕。正在我们家开 party， 跟今天比起来你觉得怎么样？现在想起来这有完全不同的感觉。以前呢，每年总是为了珍妮的生日 party 累得我要命，也说不上来是为了珍妮呢还是为了谁，可是今天我跟大家在一起才真正的得到了欢乐。那是因为你思想上的包袱丢掉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哎，大家向女主人致敬啊，祝贺她的进步。你又要乱吵了，
你忘了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，你应该向我女儿致敬啊。这女叫李叔叔向你一鞠躬。我想下一代的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大概根本不会有包袱。去年我生日还唱歌呢。对了，今年也要唱。今天咱们不唱你听不懂的洋歌了啊，咱们唱一个东方红。好，大家一起唱啊，来。